别再到处蹦跶了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来，队友来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逆流而上！救救！救救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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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
我刷兄弟们！不知天高地厚，还想杀我？我仍然听得到海洋之歌。 小驴人，别打吧，没人管。和潮汐一样可靠。 嗯，哎，操死你！啥玩意儿辅助啊？永恩呐，上你丫的！去，真鸡巴白！再次看见我的家园。 哎，好！哥，你是真猛，石头人蛋都踢歪了。 来贿赂你个眼儿，别追了，好吧。 好好补刀行不行？ 跟我往前压呀，大哥！ 这咋全是眼儿呢？ 我得出炉灯啊！我不出炉灯。 寒冰像银鸡，寒冰不是银鸡，寒冰是菜逼。这泡泡这么难中啊？<笑>
害怕？有这么害怕吗？ 我不捂他，他们也捂不着啊！我不捂他，浪费了。 你这把必输，为啥呀？ 你家有黄纸，黄纸会玩。 牛，你看看，我就说了，我们家黄纸会玩吗？ 有黄纸就够了。 那寒冰就寒冰助手就完事儿了。我直接一手法穿鞋。 完了，我操，这种子。 这怎么办啊？为啥R空了呀？好奇怪啊！R，哎，R为什么会空啊？不应该呀。 是有 bug 吗？
规矩不可阻挡，你好好看看他是放的什么技能，你再来跟我说话行不？我可以接受你告诉我为什么我的 R 技能没打中他，我接受不了你在这瞎鸡巴说行不行？我能不知道那 E 技能不可阻挡啊？说啥也不知道，这叭叭啥呀？我整个还不可阻挡，你他妈看看他到底放的什么技能？这么牛？你妈的，这永恩有点问题呀！踏浪前行。问题很大呀，你就站撸，你怕啥？我一辅助，你那有那么害怕吗？哎，你这个怂！虽然我们空了，但是杀了。100秒，击飞0.5，晕1秒。去别再到处蹦跶了。
石头人给抢了，漂亮。这把我要打上单就好。谁知道呀？哎呦我！陛下尖酸是吧？你知道，毕竟我的妈呀，兄弟！哎，不过我这压铁身确实有点问题。没事，你打吧。去了，哎，静静，我鼠标飞了。主播打不过的都是小粉儿。我将找到我的道路。你在这说啥呢？这跟主播打不打得过有啥关系？主播玩个辅助，他玩个中单，打得过我就叫打得过我了。那难道这再玩个翠神，我随便玩个英雄，我把他打，我把他单杀了，就叫我打得过他了吗？而且他脚不脚本的跟主播打不打得过有什么关系？他是脚本他就是，不是他就不是。我现在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，因为我技能没有几个说是特别准。我们这一共放没几回，我都是歪的。我们家而且我们家没有什么预判型技能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只有在四两波我才能补到。
快跑啊，寒冰！你妈了个逼的铁脚本！他不是脚本，我他妈把死，我把电脑吃了。你看看正常人是啥样的？你瞅那墨菲特没？操你妈的！我打个青铜的你也开脚本，你妈的你是没长手是吧？我问问这永恩来，永恩你是残疾吗？啊？你玩个游戏，打个王者的开脚本就算了，你妈的！他出去呗，我比你打个白银呢，还开脚本，你是真废物啊！真他妈没长手啊！我操了，残疾人这是。哎，基本上我每次大之前啊，这个永恩都会放大，就是基本上在我大之前，我每次要放大之前他都会放 R。 首先这是第一点啊，第二点这团战打完你看他可不啊，我可不马上好，他得有个风是不是卡了呢？来，你看，你看看这人的走位啊，你瞅瞅，你们自己瞅。我 Q 技能马上好，我放 Q 了。我放 Q， 人家立刻就走位，而且这走位就是不是那种人能走出来的玩了，你知道吧？完了，我又试了一下，一开始跟我俩在这玩一点走位没有啊，就没有一点走位，一开始跟我俩搁这玩就是硬追人的情况，完事我刚一抠左边一扭头，扭完头立刻出技能，完了我又试了一下，我在这站着没动，我就试他，你知道吧，我他妈放扣他直接就回头